有些人不是打假赛，是单纯的菜。现在那比赛呀、啊，都其实都不都都不都不到咋回事儿，其实都，因为老有那些赌博网站，你知道吧？外围网站，把那个7637那个什么玩意儿，你干啥呢？那是炼金人呢？没断兵线呢？上来就掉线，啊，出来了！耶耶耶！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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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了！耶耶耶耶！相位猛冲！我肯定杀你，小伙子！致命点烟，回家了。我想干嘛来着？啊，我想把摄像头调一下。火蓝赢过吗？没赢过。哎，赢过一把啊，赢过一把。那辅助火蓝。哎，这。针眼儿我就不带了，算了。九头蛇，九头蛇马上改了，九头蛇马上削弱了，我也不知道削啥呢。九头蛇本来就挺弱的，我说实话，我都不乐意出那玩意儿了。上去一 Q 他，嗯，哎呦我这一 Q 有点厉害啊，这一 Q。那九头蛇我还是喜欢原来的，我就感觉吸血吸不上来都。这啥炼金呢？那咋的了？那炼金也没啥操作空间呢，这炼金咋的了？没啥毛病啊。别吃！耶耶耶！耶耶耶！还挺能躲技能啊，走位还不错。我决定第一件冰杖伺候伺候你，小伙子。我得补个车，耶耶，死了！猴给我办卡了，谢谢你的办卡哟，爱你哟。这法力流星弹咋还没攒满呢？
我回家了。哎，向妹猛冲！先来个仪式的章节，跑得快点，不是跑得快点，蓝多一点。昨天我懒惰了，我没有锻炼的，还有睡。他怎么的？他过来了。技能撇的有点问题。刚才这波应该能杀。我应该再等他一下好了，他还是技能放快了，他有反应了。哎，刚才那你其实能杀，刚才，嗯，他又去了，那我们先那啥，那黄子自己杀吧。嗯，那黄子自己杀吧。一会儿回家就直接就没加切魂卷啊，因为这炼金开始送人头了，对付这种送人头的就得没加切魂卷。再见。这把我的火蓝终于要赢了，兄弟们，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刻。不对呀，正常剑圣 Q 不是在我身后出来吗？这家伙，这好奇怪呀，这是因为什么呢？怎么在我前面出来了呢？我记得剑圣都是搁后边出来呀。那我记错了？关键我还打着他了，那塔还砸了我一下。挺烦人啊，挺烦人。都被塔砸死了。现在这剑圣来了，我们应该也不怕。我这现在这爆发，谁来谁死。我只能说谁来谁死。有跳弹吗？可以啊。喜欢断兵线，小伙子。哎呦，这技能！哎呀，一个也没中。难呐！
确实得要个兵杖了，兄弟们。没有兵杖的我们打人可打不到呀。 这英雄确实不容易中，你知道吗？技能空了也比较的正常，人家有走位的，啊，我们先拿个一血塔，没关系，可以继续再带一波。哎，你得有减速，你没减速打，你这是。 打不太中人，我们得R技能得能减速到他才能行，明白吗？打个蛤蟆，100也要啊，我们美甲窃魂卷，100也要，让他送。 兵杖多少钱？兵杖在哪里？3000，3000可有点贵呀、啊。我这砸锅卖血也不够啊。谁超神了？维恩可以啊。 4层美甲窃魂卷，合适。而且我们马上12级了。 先生放个 Q， 我还能不能打他一波？想秒我？YB Bubble。
十三层美甲窃魂卷了，回家出个血。啊 ，W 不是智能施法吗？刚怎么手动放？我听着代打。你说我要不请代打一个人，你说他能一边斗地主玩斗地主，一边玩英雄联盟，还双线操作，完事两个两边一个是一把没死，一个是拿了第一名吗？还是那种的，就是那种晋级赛，能吗？不能。我现在都怀疑我出请了代打，我说实话，我得查一查我自己。不用你在那打字儿啊，我不可能摇了你。我们十三级，我感觉 MVP 是我，我说实话，你们觉得呢？因为我等级太高了。没有大，我有大，我在他那泉水里面弹一会儿。找五十块钱。我们十四级还不 MVP 啊，这把赢。